看看新闻网。4月23日，2013冰上雅姿盛典上海站新闻发布会召开，世界花滑冠军夫妇申雪、赵宏博与当红创作型歌手鞠婉婷共同出席，一起畅谈今年的冰上雅姿全新跨界合作。当天，申雪也和大家分享了怀孕的好消息，孩子的预产期是9月4日，正是他们举上冰上婚礼的那一天。冰上雅姿第一年的举办就是9月4号我俩婚礼的那场。明年搞的就是那叫什么？预产期。今年的预产期就是9月4号，是一个很巧合，但冰上雅姿真的有很多的人在一块。我自己当医生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有点。原本就是花样滑冰粉丝的鞠婉婷，此次将穿着冰刀边滑边唱其成名歌曲《我的歌声里》，为花滑偶像们助阵。冰上雅姿盛典将于2013年6月再度拉开巡演序幕，6月8日台北首演，10日首次进军广州，14日转战上海，16日北京收官。除了有冰上 Lady Gaga 之称的约翰尼威尔，担任今年盛典艺术总监的申雪、赵宏博，还力邀了加拿大花滑锦标赛最年轻的金牌得主陈伟群、加拿大花滑天才科特布朗宁、三届欧锦赛冠军旋转之王斯蒂凡·兰比尔等重磅花滑明星加入，集结引爆2014索契冬奥会冰上斗秀。看看新闻网，叶文上海报道。